振兴经济，新北市办理新北特色商品甄选活动，招募生活好物、美味好礼、风味美食和生鲜杂货四大类的产品，将协助参赛业者建立新形态的运营模式，来提升销售业绩。三、二、一，2020新北特色商品甄选正式启动。四大类产品，不论是艺品、礼盒、小吃，或是农渔业者，都有机会成为新北特色商品。以前在在我们商圈夜市啊，市场很有名的熟食小吃，它事实上是没办法放到我们的新北好物啊，新北特色商品里面。今年它可以放进来啊，那因为它可以透过像 Uber Eats 或者 Food Panda 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可以送到消费者手上啊。新北推行新生活消费运动，将结合数位支付协助参赛业者拓展销售管道，提升新北特色商品的销售业绩。你能够把通路也多元化，支付手段也多元化哦，所以我们觉得透过这种多元化的这种通路跟支付的工具啊，可以让新北特色商品它的这个销售哦，可以更为广泛哦。我相信效果应该是比过去能够更加有倍数的成长。这次甄选除了美食以及好物两大类，新增风味美食以及生鲜杂货，希望新北在地优质产品能让更多人知道。即日起到7月10号止甄件，详情请上新北市经发局的网站查询。生活好物、风味美食、美味好礼、生鲜杂货，2020新北有好礼，等您来报名。记者沈志勇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